鬼哥，你有要处理吗？有要处理吗？因为还是有人呢、啊。开门先确定一下是不是人。谁开？这个像烧的，我确定应该不是人。不是人还要开吗？不好意思打扰了哦。潘先生，我来家翕影片，来交流。两个声是问鬼，有味道，一打开就有味道了。没人，鸡皮疙瘩马上起来了。怨气太重了，我们也要这样多管闲事吗？还是拍一拍就走了？这已经刮风了。今天是我们上次去探险的那个隔天，也就是那栋厕所里面传来古怪的敲门声的那一次探险的隔天。那今天我自己又回到这个地方，其实当天我们处理完那一栋厕所之后，虽然振作了他的怨气，不过那天我们走得有点匆忙，因为除了要以防这个无形的东西入侵以外，还要防着那个应该是流浪汉还是游民他的一些怪异举动，所以我们就草草的拍完就走了。那今天回到这里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楼上还有一个地方并没有探看完。那天其实我也有发现楼上有异状，所以呢今天就由我再度带大家回来把这个地方看完。那楼上也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不过他们好像没有听到，因为昨天他们都把焦点放在那个游民还有那间厕所上面，其实楼上也传来了不少声音。好，我们出发。这里已经是三楼了吧？应该是。今天就由我带大家来看看地上还有不少水玻璃。
这样的解除。这里就有一个矮小的破口。先从这边爬过去看看，里面有声音。厕所里面充满了负能量，
好，任务顺利完成。希望这位游民可以好好的在这里逗留或者居住吧。希望他的状况不要再恶化。我相信他应该不太可能是精神异常。有可能是受这边的灵体干扰了吧。走吧。